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瑜，然后我现在已经从广州到达了上海，这是我第二次到达上海。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魅力之都，充满期待。但是这一次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吃蟹黄面了，我要吃点别的，一顿大吃，一顿胡吃海塞。我从广州到上海期间收到的信，要仔细的阅读一下了。很像我的头像，是吧？就画的就很有精髓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为你画了很多卡通画？我看到了。如果没有看，我这次打印出来，希望你会喜欢和收藏哦。特别是那个糖葫芦的，你都喜欢，我立马就画出来了啊！我对这个其实印象也蛮深的。我爸喜欢去网上保存我图片，作为他的微信头像。好，看下一幅。这次好多封信。小鱼你好，我是你的 Siri 姐姐。这应该念什么？ Sori。陪你这一次一起走完了青春比赛的旅程，发现你真的成长了不少。当然也谢谢你，让我看到了一个跳了炸的舞台的你，哈哈哈哈。这真的是你之前特别。调整了一下，然后去工作的路上，结束的时候我想去外滩那边看一下，逛一逛，散散步，然后吃个蟹黄面什么的。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吃蟹黄面了。先去工作了，拜拜。出发到拍摄场地的路上，今天我们要先备彩再彩排，然后可以准备演出了，所以期待有一个开心的一天，完美的一天。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会邀请魏红宇一起去吃饭，因为他正好跟我是隔壁场，也很期待晚上跟老魏的见面啊，想听听他的新歌了。好，到时候我们都会见。不是你不能走那边进，我从侧门进来。我现在已经换上了表演的服装，做好了表演妆容，好看。我觉得今天是不一样的我，然后我还带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小挂饰，就是。一个耳朵的耳夹，然后还有垂下来，我觉得就跟这一套衣服很搭。但是为什么会说跟这一套衣服很搭？因为这套衣服也非常的设计感，是正常西服的款式，里边还有一套内衫，但是这个假内衫呢，就是可以拉到外面来，就是有一种叠穿的感觉。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的仙气飘飘呀，上面有鸟，然后有树，就感觉很仙。现在是7:09，估计还有40分钟我就上台。什么感觉呢？现在就是期待。先跟我们大家说，这下面这个舞台很像我在学校里汇报表演的时候那个舞台，就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。再加上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把握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唤起很多人对夏天的回忆吧，就是那种美好的蝉鸣，还有美好的其他的声音，我觉得是很容易勾起大家的回忆。同时也很期待其他6位小伙伴的表演。那我们等会舞台上见。
实我是第一次在线下的一个舞台上去表演一首歌。其实我在上台前就已经把心理建设做好了，我说哼，我这个舞台上去绝对不紧张啊，我收放自如。结果一上台，我看到那么多的座位上坐满了人，我一下子，喂，这么多不是吧，我腿就开始抖了，你知道吗？突然变得紧张，但是还是得克服紧张去完成这个舞台。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步，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请大家期待不一样的我的到来。同时我也要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支持还有热情，我都能感受得到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拜拜啦，对，上海之行结束。